除了涂抹外，还加上了辅助工具太平车，也就是玉滚子。《甄嬛传》中的华妃没事就喜欢拿一个玉滚子在脸上推来推去，再配上含有白芷、白牵牛等中药成分的玉容散做润滑，就可以达到美容的效果。这听起来跟现在的美容仪也没有什么区别嘛。果然，爱美的姑娘们想法都差不多。爱美之心人人都有，不过现在市面上的产品良莠不齐，女孩子们在变美的同时也要擦亮眼睛选好产品，千万不要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伤害哦。告我辞。